2018年仲夏时节，深圳阳台山脚下，荔枝丰收在即。荔枝节原本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一个节日，但它从设立到消亡只存在了10年时间。替换它的是今天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40年间，把一个落后渔村改造成为一座科技之城，这是惊人的巨变。但今天引发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眼前的成果，而是造就这份奇迹背后的成功密码。这个地方是我们找到18号文原始档案的最后的希望，如果这儿没有的话呢，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63岁的郭晓文在退休前长期从事经济特区立法的起草工作，要想了解这个城市曾经的各项立法，郭晓文本身就是一份活档案。当时市政府有一个文件叫18号文。今天摄制组要寻找的是深圳科技企业诞生的一张身份证，郭晓文把它称为深圳最低调的一份政府规章。不希望宣传太大，因为可能这个宣传可能招致的效果不一定是好的效果，可能是这个劈头盖脸的批判吧。郭晓文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的冬天，他和6、7个人组成的起草小组，在深圳市委的安排下，挤在正岩市一间10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悄悄编写出了这份文件。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当年的文档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找到了。这份签署于1987年2月4日的文件，纸张早已泛黄，但它的正式落地，让改革岁月里最出名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第一次走进了现实。文件中明确指出，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同样可以入股办企业，而且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这些规则在今天早已熟悉的让人无动于衷，但在当时却大胆的难以想象。最大的突破就是允许科技人员办这个企业，特别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方式进行经营。这个因为我们在当时啊，个人呢是不能办公司的。试验田里的改革者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勇气与敏感。1986年的中国社会，科技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没有今天的分量，但经济特区已经提前认识到，在全国甚至全球的竞争中，落后的科研水平是这个城市迟早要弥补上的一块短板。即使再困难，也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直接结合。这份被称为18号文的暂行规定，后来被视为了中国首份民营科技企业的准生证。深圳对僵化制度的大胆改革，率先打开了科技创业的大门，创新之城的梦想由此起航。他认为私人企业就搞资本主义了，谁去搞资本主义？他就害怕深圳特区打破了这个框框了，所以这个举措啊，对促进科技的改革、科技的发展，科技转换为生产力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辉煌公司还剩下的一个这个实体部分，这个商标都注册都快30年了。70岁的邓清辉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
当年听到这条科研人员可以办公司的消息，是他从南昌到深圳出差的途中。这是1987年的四月。可以讲夜不能寐，我们还能够记得起当时在那个啊，这个在旅馆里面，这个坐在说你这样这讨论这件事情的这个情况。1987年，邓清辉在江西南昌电视机厂担任副总工程师。在国营企业计划性的生产链条中，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当时的江西，即使是辞职下海，邓清辉也只能开一个不超过5个人的个体摊点。此时的深圳成为了邓清辉创业的唯一舞台。啊，我们有志于在这里为深圳的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987年4月17日的，啊，这里面有7个人签字。有了这个文件呢，就是给科技人员打开了一个大门。进入那个大门，你就可以大展拳脚，可以自己构筑一个舞台。啊，这个在这之前是不敢想象的。4个月后，邓清辉他们的申请得到市政府的批复，辉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此后不到1年时间，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就远销海外。在那个还推崇万元户的年代里，邓清辉他们仅上缴的税额就超过了100万元。1994年1月8日，科研人员创业创富的故事登上了深圳商报的头版头条。在深圳，靠着这份红头文件起家的科技巨头中，还有一个人们都熟悉的名字，他就是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1987年，任正非已经43岁，从南海石油电子企业公司停薪留职的他，和5名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出资2万元申请创办华为。2个月后，华为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获得了深圳市政府的批准。直到今天，任正非也曾多次感慨，没有18号文件，我们就不会创建华为。到1988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文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已经达到77家。科技可以创造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而经济特区在制度上撕开的这一道口子，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弄潮儿从四面八方赶到深圳，引发了一场洪水般的科技企业创办潮，最终沉淀出了今天的中兴、比亚迪、金蝶、延翔、创维。当时的深圳是应该是创新创业最好的一个环境，因此呢，带着创业的梦，南下到深圳开始创业，开始创建比亚迪。最具有市场化精神的深圳，这也是深圳吸引全国各地创新创业者的一个好的理由。当改革在市场的某一个领域迈出第一步之后，市场经济的运行自觉或不自觉的都会将这一领域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更细致的完善。1994年，科技企业无法回避的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在深圳诞生。这一年，中国人对无形资产这个词还几乎是闻所未闻。1995年，当绝大多数人还在渴望着端铁饭碗的时候，针对跳槽人员的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已经在深圳的企业间展开了实际操作。过去这30年创新的成就呢，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的胜利，因为他讲主要还是一个制度创新的一个胜利。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要素要比起技术实现本身要重要的多。眼前这个绿色产业园区就是华为公司今天位于东莞松山湖的新基地。实现今天亮丽的发展成绩，
这个科技企业的成长，其实也有着不同于寻常的艰辛岁月。1999年6月的一个午后，在时任深圳市长李子斌的办公室里，心急如焚的任正非找到了他，并拿出了一封署名魏华的信件。信中称，华为拖欠银行贷款10亿元，内部债务15亿元，拖欠供应商20亿元，这些子虚乌有的罪状写在了3000封信件中，铺天盖地地寄给了党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甚至华为的每一个客户。告状信让华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半年之久没有接到一份订单。再这样下去，这家年轻的民营科技企业就将濒临破产。面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市场纠纷，李子斌建议由国家审计署展开对华为的审计调查，并及时公开审计结果。随后，审计署组成的工作小组赶到深圳，对华为展开了审计。经审计，对华为评价是积极的，请协助消除负面影响，鼓励华为大胆工作，用最严肃的法治审视企业行为，用最公开的信息面对市场质疑，用最公平的方式对待市场竞争。华为公司的冤屈终于得以洗清，重新恢复了正常经营。经济特区民营科技企业最大的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遇到重大的问题绝对不拖延，就像董特人炸碉堡一样，遇到那时他不炸，这个城市攻不下来，他肯定他知道他的粉身碎骨，他毫不犹豫去炸碉堡。没有这好的政府的创造环境，不能发展；没有企业做主体，不能发展。发展一个城市的新兴产业，并不是简单的制定政策，而是给予企业最好的生存土壤。公平公开处理华为告状信风波的这一标杆性事件之后，经济特区的市场风气为之一变，法治严明，信息公开，公平竞争，让更多的深圳科技企业找到了发展的信心。当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之后，这座城市的产业升级也由此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核心动力。你看看，这写的是妥黄牛擦伤高科技翅膀。今天我看起来这个报道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的，非常感觉很亲切，很新鲜感。书柜里这张泛黄的旧报纸是李联合一直珍藏的物品。1994年，已是湖北省科技干部局局长的李联合自愿降级，来到深圳市担任科技局局长。那时，深圳已经颁布了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市的战略，但当时的深圳科技局却是市里最尴尬的一个部门，因为当时深圳最大的软肋就是科技人才极度缺乏，科技局必须要拿出改革的办法。从1997年底开始，李联合频繁地飞往西安。我们对人才是无计私可的，不遗余力，以及这样就是像打仗一样的，这个山头也拿下。一年的时间里，李联合前后5次来到西安，五顾茅庐的目的就是为了挖人。最终，他从西安请来了我国著名光电专家牛憨笨院士。牛憨笨院士及其课题组成员一行20余人乘飞机抵达深圳，是科技局局长李联合。1997年，深圳迎来了这座城市期盼已久的第一位院士。但是他们下面那个工作人员说，甚至是来挖我们的人才的，
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可以换一种说法吧，我说你们西安当时已经有43个院士，我们深圳还是零，我说你们也可以说自力扶贫嘛，我说这个扶贫就是双向的。这位孔雀东南飞的院士被李联合以及深圳市政府的诚意打动，不仅只身南下，更带来了28人的团队落户深圳大学，从零开始开展基础科学研究。说我们也就是一起跟着他过来了，政府支持还是在这个方面是不含糊。99年来以后，先是光电子学研究所，06年成立学院，也就是10几年的功夫。现在学科排名和清华差不多吧。2008年，深圳在全国最早出台了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1年开始，又先后出台了促进人才优先发展81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圳已逐步成为了科技人才聚集的重要目的地。这个项目干到现在9个月，不容易啊！干杯，加油！即便它会脱影。黄元昊，全球 3D 视觉感知领域少有的专家。2013年，他来到深圳，5年磨一剑。2018年。黄元昊的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 3D 结构光技术并实现量产的企业。而就在黄元昊的楼上，刘自宏的团队也是被深圳的创新创业氛围所吸引来的。2010年，刘自宏用14天考察了7个城市，深圳是最后一站，却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企业的成长其实都离不开深圳，政府部门的这种服务、这种支持、这种前瞻性的眼光。2012年，柔宇公司成立，2年后，全球第一个发布了国际业界最薄、厚度仅0.0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在云天丽飞，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研发出了全球首套动态人像识别系统，实现了10000人脸秒级定位。月香科技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机器人研发团队，在全球轻量智能机械臂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70%。最年轻的团队挑战最新的领域。眼下，大疆无人机已经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深圳呢，就说我们意识到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样呢，使我们未来的创新能够不断的走下去。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你也确实买不来，也换不来，也逃不来，你要不懈地投下去，所以才能够就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或者说就是说，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工程必须有我。滨海大厦，腾讯公司刚刚启用的全球新总部，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在这里感受着经济特区的科技实力。这是腾讯成立20年来第4次总部搬迁。对于入职腾讯已15年的费维浩来说，滨海大厦也是他在公司的第4个办公场所。这幢名副其实的物联网大厦，20000多个智能硬件在腾讯物联网类操作系统上实现感应和协同，到处都是黑科技的超级试验场。然而每次站在这台跑步机上眺望远方，费维浩总是会想起18公里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深圳华强北赛格科技园的这栋老旧写字楼见证了腾讯的诞生。最早的办公室在这里，但是门牌是原来门牌。
原来是 B403，这里是最早的住了一个隔间。我们看到这个编号是001，当时就是马化腾先生的这个办公室。月，用户的增加意味着需要不断扩充服务器。2000元的服务器托管费对于当时的腾讯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那个时候已经快开不了锅的时候啊，每天是看着数的，就是每个月该开工资的开工资，该交房租的房租，收入是多少，就是每个月这么算下去就看怎么活。其实活下来是摆在第一位的。陈一丹曾找到银行，然而仅有的几台旧服务器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贷款根本无从谈起。面对融资难，马化腾甚至想以300万的价格卖掉小企鹅，但在那个中国互联网的启蒙年代里，没有人会去理会一家无人能懂的互联网公司。1999年的腾讯和马化腾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第一道门槛，迈过去就是门，迈不过去就是坎。这里边就我的笔记本了，我再给你搬出来点，你看我的笔记本。同样在1999年，作为深圳市市长的李子斌，这一年格外忙碌。整整3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李子斌这一年的行程。红色横线是老人当年标注的重点，他们几乎都与一场交易会有关。99年召开中国国际钢筋技术商业会。1998年4月27日，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到大连学习考察，恰逢大连正在搞国际服装节，深圳的城市节日是什么？答案让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们很尴尬。改革了近20年的经济特区，其实只有一个荔枝节。就在大连考察的那一天，深圳市决定，延续科技创新的改革之路。经济特区要办一个科技节，搭建自己的科技舞台，而且时不我待，1999年就要举办。李联和是当时深圳市的科技局局长，筹办科技节的具体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这和请科技人才一样，李联和同样需要从零开始。很矛盾，很为难，要我负责吗？深圳是一个展览，现在展览馆都没有。1998年的深圳，李联和率队找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深圳市政府最终决定，临时建一个大型场馆，专门用来举办高交会。第一届高交会的会馆就在这一片，那个展览馆拆掉了，这个就是当时的建筑。当时要我建的时候，压力非常大。而且我跟市里表态，我说我做个考察，如果盖不下来，这个电机跟我就跳进去。6个月的时间，高交会场馆拔地而起，直到2006年，这座临时展馆才被拆除。4年过去后，这片土地上建起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大楼，但那个曾在深南大道旁伫立了7年的地标性建筑。李联和每次经过都会深情地看上一眼。有了场馆，这还不够。深谙经营之道的特区改革者们真正要忙碌的
是找到投资技术交易的钱。没有雄厚的金融基础，光靠科技人员做不成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高交会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联合，当时已年过五旬，但在筹备高交会的487天里，他坐了上百次飞机，走访了26个国家，资本在哪里，他就去哪里。正当李联合废寝忘食筹备时，母亲突然病危，他甚至来不及见上老人最后一面。19年过去了，女儿李薇薇提起第一届高交会，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守着我呢，当时抢救，一边就是在那个地方在处理高交会的各种工作。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已经就是很明显当时瘦了大概20斤，就整个人瘦得很厉害。哎，为什么我聊不下去了？首届交易会宣布闭幕的那一刻，李联合的双眼是湿润的。深圳第一届高交会取得了空前成功。也正是在这一届的高交会上，处境艰难的马化腾抱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了所有展台，极力推销腾讯，最终引起了全球最大信息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与盈科数码的重视，拿到了腾讯发展史上第一笔2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上，腾讯终于活了下来。我们创业1年不到，得到了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批的在中国的风投吧，在现在看来这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个新生事物，而这一个对腾讯至关重要。同许多刚开始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一样，资金和技术曾经成为腾讯公司最大的问题，我们曾为筹措必须的运营资金而四处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试图卖掉我们的 QQ 软件。幸运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届高交会这个平台，我们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回顾我和腾讯公司的创业历程，我们感恩改革开放，感恩深圳经济特区，正是深圳这片热土使得我们对未来始终拥有梦想和激情，坚持不懈去奋斗，也为腾讯这样的公司创造了最佳的创业、创新和成长的环境。政策、人才、舞台、经济特区在高科技发展道路上打出的一连串组合拳，得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深圳的改革者们真正完成的是自己在这场城市产业更迭行动中找到了政府自身的定位。当所有人都在寻找金凤凰的时候，城市管理者更应该做的其实是如何栽好这棵迎接八方来客的梧桐树。这一本末之间的考量也由此奠定了改革先行者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产业竞争中最终胜出的一个资本。高度激烈的竞争下，只有创新才能够生存。政府做的所有的东西，要我觉得就是两个，一个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让你是公平竞争；第二一个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引导、支持、扶持企业创新。请天使母基金与8家子基金管理机构代表签约。今天，政府在城市产业升级道路上的角色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全国规模最大、专门用于扶持早期投资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母基金，在深圳成立。一个并不谋求利润、
完全体现政府扶持意愿的投资基金，再度增加了这座城市吸引高新科技项目的能力。用服务去创造更大的舞台，去培育企业生长最丰厚的土壤，深圳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深圳大概是20年前嘛，就开始把创新作为这个城市的主导战略，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就是历届市委市政府这个一代一代的特区的建设者，孜孜不倦的、持续不断的认准的路，通过深圳的努力，再加上省里和国家的支持，啊，让他共同来攻克这些核心和关键的技术。我想对我们国家未来的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啊，做出更大的贡献。